大家好，现在的时间是2018年3月30号，我在南加拉霍，现在时间是5点多。这个是多伦多，加拿大安省多伦多彩券的号码的奖金，这个是我总共买的19张，可能我现在就是百万富翁都有可能。我试试看啊，到底中了几张。免费一张，这一张没中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看不懂。哇，这是别人，不是我的。没中。就买一送一，没中。中了5块。又是买一送一。买一送一，没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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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买一送一，不错。哇，等一下出现我中了100万，哇，我就有可能是百万富翁了，做一下梦也好。没中。没中。没中。最后一张，哇！哦，再一次。OK， 中了好几张都是，哇，这些都是买一送一的啊。OK， 这一张。28号3块，它出现了英文字是什么？哦，没中，原来是没中，再一次，没中，好，OK。